我这条你看到无？看小军正伫我手头，你莫后背来哦！阿若无以后，看袂到明仔载日头啦！警察，我问两句，快咯，较冷静个。咱毋知伊手内有啥武器，伊冲落去，真危险啊！ 走啊，好不好？恁就好好接受苏花的审判，我一定不会伫恁的身躯边的。你真正袂堪要去的呢？你想哪个一个人走来对付我啊？你明明是我的查某孙呢，怎么想哪？会让恁父子，你妈让你家己，毋知你家己是甚么人啊？哟！陈华丽，我靠讲你，恁自首大行，伊万一通天警方，恁真紧就过来。 嘛，大家看警方哦，敢袂赴伫恁倒落之前哦，赶到位啦！去咯！张小亮，你放开我！怎么你是恶人无胆，话开这么大声哈？张小亮，赶我就放开！ 你搞鬼啊！我顶个就跟你讲过啊，做人要动脑筋嘛，啊，侬敢会晓呢？共款的步骤，共一个辣椒水，你哪会这么讲啊？你已经无退路啊，把郭小军绑开，阿若无做话你，会死个真歹看。啊！你那是敢伤害我嘛？我哪会死？ 你来试看卖，是我手内是你的妈妈，也毋过伫你手内是甲我一点仔关系拢无的关小军，看啥个厉害？你赶紧，你赶紧，又该搞啥物事？我袂用的，你走做伙走，我袂甲你留伫遮。你两个糊涂啊，等你继续来跟我，去走！钟华丽。 你别底下演杂鬼小三，我看就坏了。你是演耍的，我不想要耐心啊！快过来！你头发来！来啊！你头发在甩手上！给你走！给你走！阿公！妈！我知道，你去，你搞我！给。 郑华丽，你总算落在我手内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会送你去警察局，我绝对不会让你有机会避开避开。赵天亮，你们俩准给我打落实，你也一样。速度带，赶快丢把棍，拿我打下赵文新。 好啊！即个伫你面头前是你上爱护的对，有才对，你就该做一些，敢无？我老三唔敢，我唔敢伤害我，对无？唔对？啊，唔过我敢甲你的囝婿做一些。爹地，你唔免管我。 像这种小人，根本就唔敢真正做啥物。你这个终于抓起来，一届袂当可以逃走啊！曹家人，给把枪！王爷，袂当吧？曹家人，给把枪！